上最完美的事情，爱里栩栩如生。一笑你就是永恒，一转眼的事情，时间因你而生。好的，现在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一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明明我就有跟他合唱，可是我却没有访问到他。但这次非常恭喜他，他发行了新的专辑，带着新的专辑来了，欢迎 Easy。Hello， 大家好，我是 Easy， 嗨。好，就是他，嗯，就是你知道，其实在我还没有跟你合唱之前，嗯，然后我对你的印象，就觉得你好像是一个王子，因为你的那个形象的宣传照片，我就觉得哇哦，他是一个王子。嗯，对。然后到就请输入王子，不是那个王子，对。然后呢？然后后来到我们合唱，因为你有上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附送》，然后就邀请我跟你一起合唱，有够难的。我在我准备要进去录音室之前，我都还在紧张。就是真的吗？它不是一个很好唱的歌，就是它需要用到很多身体的力量跟情感去唱，所以我也觉得，对女生的部分真的很难。所以我就觉得你写的歌都是那种在里面就要先激动激烈打斗一番，然后才能即使是平铺直叙的唱出来，他还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去思考过的。是不是就是内心戏很多？也可以，我那要问你啊。我还好啦。你看你这一次专辑，那个小光帮你做的，嗯，它其实就是一个圆形，嗯，就是跟专辑的名称一样，就是如果时间流转，我们依然对。然后说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完整张专辑之后，有一种轮回的感觉。轮回哦，嗯，怎么？他已经跳脱一个时间的观念，因为我听你的歌，就是一直让我觉得它的形状很鲜明。形状哦，对，哪一种？就是圆形吗？不是圆形，它反而是尖的。嗯嗯，虽然你会用一种圆形把它包住，但其实我都说了，你在内心里面是先有比你尖锐吗？烦呢，欸，今天主角不是我，啊，还是你想要访问我？不行，我跟你讲，今天的主角是 Easy， 因为 Easy 可能想要跟我聊一些有的没有的，我才不会让你那个。哎，我是 Easy 哥哥，我才不会让你得逞。哎，欸，结果你后来很喜欢小光，欸，小光哦，后来又找他合作。严伯俊，我只有跟他合作过一次。我们现在讲的小光，就是这一次帮。其实，哎，欸，你跟小光合作过很多次。嗯，我一直都是他做的。就是，严伯俊，就是我之前只有跟他合作过演唱会的东西。嗯，对啊，我觉得他之前有找他合作过，然后又再找他出去喝东西。嗯，对，觉得也是一个特别的人。他是啊。对啊，所以你也是特别人。你不要还没有，我会跳回去的。他虽然说呢是一个圆形的概念，可是我都觉得你在里面有非常多的，你刚刚自己说内心戏。嗯，身为一个创作人，然后我都每一次访问到创作歌手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想知道你们平常的日常生活跟其实你们的灵感是从哪边收集而来的。嗯，你说日常生活？对啊，你的平常的日子都是怎么安排的？其实因为这张是上一张发完就是宣传完就马上就投入这一张，等于说是进入有点像是闭关这样，就是一年来都是在做这一件事情的不正常生活。不正常生活，上一张专辑的概念是无我，嗯，那这一张专辑的概念这样是无常。无常，所以反而其实无常就是有一种，你会觉得无常这两个字会有点消极，好像印象里是这样。对，就是如果等一下我走出去被车撞，然后你们就说啊，人生无常。也可以用法文说 c'est la vie， 也可以啦。这样法文听起来有点开心。对，好像都是这个时候讲的。可是我想要传达就是，
无常其实是随时都在发生，它不一定是坏的。就是我期望的，我以为事情会按部就班的，可是因为有各种的变数，然后每一个当下都是在变化的，所以通常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思，事情不会这样发生，其实是只是这样子而已。但是人有渴望，有愿望，所以我们常常在许愿。对对，比如说希望你尝到一个甜头，你就希望它下一次还是甜的，这样子。那你对于新的一年2017年有自己的期许吗？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愿望？因为你看我们是东方人嘛，虽然人家那个外国人可能12月31号过就 Yeah Happy New Year 这样，但是我们还缓冲一个月，啊、就是农历新年，对，快要过年了，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你会有新的计划吗？我就是想要好好的在家里把乐器练一练。你明明就已经很强了，你看就是有这种人就会一直不停的就是节节高升。我其实还好，我自己会觉得表演的时候，就前几场表演自己看下来会觉得啊，有一些地方没有发挥到，或者是太紧张了，或者是赶路什么，然后就有一点点混乱这样。我想要避免这些状况。当我在听你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这个是虽然说我们已经认识了，可是我就会幻想我自己如果是一个只是一个听众的话，我只是一个歌迷的话，我会觉得你就是在对我讲话。哦，真的哦？对，就会你其实是很像有一些音你会直接飘掉，但是你就会让他直接就是去他该去的地方，你没有刻意要把他抓回来。就是这好像我在看他现场表演的样子。你有没有看过？我有看你那个 YouTube 上面，好不好？我有看，哦、好了，就像在看现场的演出。所以我在听你的歌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你的作品其实是真实的，而且这次的编曲我觉得很有趣。跟在，因为每次在我自己在做专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哦，我想要跳脱一个框。对，可是我觉得我刚刚一开始就是我觉得形状很特别。你的有啊，你的这张很精彩。I will be fine 。对，因为那个 Easy 有一次来找我的时候，他就说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直爽的人。Yes, I am、yes.。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聊。我觉得我讲话讲太多了，你自己讲。这张专辑就是，不然你讲你想要带给你的喜欢的歌迷。你说这张专辑、除了无常之外，这十首歌，其实我们刚刚聊掉了好多首歌。没关系啊，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情歌的专辑、十首情歌。不一定是爱情嘛，有的时候是友情，快要消失的友情。快要消失的记忆，烛光俱乐部是在讲，记忆要消失，就是这首歌很多管乐。对，你说现在这首歌，对，对啊，而且我刚突然坐车来的时候，突然想到，就是因为现在30几了嘛，我们都30几了。你已经30几了、哦，我跟你差一点点而已。一点点，真的吗？我都不知道哎、欸。我以为我还没30。好了，开玩笑，难笑，难笑。对不起。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好像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把它真的学会。比如说学会一个乐器，学会一个人。然后我好像已经要开始忘记它了耶。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脑部的使用状况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很多东西好像片段仪式，比如说宿醉，会，你只要断片过一次，听说就会有2、3、4、5、6会一直断下去，哎，对啊，可是就觉得哎、欸、好紧张哦，有点可怕。比如说你爱的人，你还没有真的，这就是如果你觉得好像要失去他的什么，你就会特别觉得说我还没有怎么样，我还没有好好的学习他。是怎么吃饭的？比如说像这样的小细节，
怎么讲到这里？但就像你刚刚讲的无常啊，嗯，好像真的就是一句人生就是是无常，就是真的都在变化，就一句嗯 c'est la vie。 不过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无常就无常，我还是要轰轰烈烈的做一件，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说，我就是我唯一的人生的出口。我现在就是会想要写歌嘛，那我当然就是会把它放在歌曲里面。那你应该也是吧？所以我一开始就问你，想知道日常生活是怎样。哦，你在家的时候的你在家的时间很长吗？因为像我如果没有工作，我都会尽量不想出门。我也是哎、欸，对不对？你就会坐在那边等灵感来找，或者是。可是有的时候在家太久了，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念头变得比较负面呢、欸。就是可能晚上我会去散步啦，就是在做这张的期间，我都会去青年公园散步。然后可能一边拿着一瓶 whisky 这样一边想。所以你平常是不喝啤酒，是喝 whisky 的？因为对啊，比较多，因为比较不喝冷的。身子虚啊OK 我笔记下来了。那哈许喝什么？哈许他好像什么都喝耶、欸、他就是只要有酒精他都可以。他那天生日他是喝红酒，而且哈许还跟我他表演喝气泡酒给我看。你知道他说怎么喝你知道吗？他说气泡酒就是要把自己嘴唇憋得超小超小超小，然后让那个气泡被挡在嘴唇之外，然后你这样喝下去的时候就比较快醉。哈许教我们，也太痛苦了吧在这边爆人家的料。对啊，但我昨天晚上刚好有喝气泡酒。气泡酒我跟你讲，下次我们可以用用看他那个方法比较快醉的、啊、到底是怎么喝我还不会。我是后来又加了一点别的酒进去。气泡酒可以加什么？因为气泡酒我喝的是刚好是人家送的，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你加其他的烈酒都还 OK。 那气泡酒可以加清酒吗？因为我最近有代言、清酒我倒是没试过，下次试试看好了，可能会有不一样 不同的风味、我觉得你的专辑也是这样，就是可以好像真的就是、那我试试看好了。其实你在我觉得在编曲上面它是很灵活的，其实我觉得你自己在编曲的时候其实加了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进去。在这一次的编曲里面，你是自己是制作人吗？跟那个凯凯、一起。所以是什么时候跟他合作？这一张才开始吗？这一张啊，就是在录音室才见面的。那有遇到就是两个人会有沟通上面的争执吗？没有争执，但是一开始的磨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会是跟人家争执的。对，因为我跟你讲，伊丽讲话很斯文，她讲话很小声。没有，我常骂脏话啦。对的，讲脏话是一个部分，她连讲脏话都是斯文的，是吗？反正就是一开始可以感觉到他们在适应，这样他们在适应我。其实我，你是固执的吗？我是大方向的。对于自己的歌，会有坚持，就是我一定要这样。其实没有，但是我觉得可能刚好只能这样了。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这样，可是他们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调整以后接受我说的。但是其实比如说在混音的时候，像凯凯他自己就有说，就是别人会调那个混音的版本，就说调一次就是一个版本。我的大概就是最多四五个版本，他遇到的都是十几个版本的。就其实我们也是互相那个调整啦、所以后来其实一路都是很顺利的吗？一直都蛮顺的。那就好。那所以在做专辑的时候，其实除了刚刚是跟凯凯，那有没有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跟遇到跟自己打架吵架的状态？有什么时候你有过写完一首歌然后重写整首吗？词曲全部重写？有，被退稿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有，就是刚刚说《烛光》这一首歌，是名字一样，然后词曲都写好了，我觉得天哪，实在是太难听了，自己重写。那中间隔了很久吗？因为通常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如果再去看我之前的作品，我是不会有这种感觉，我都要过了一阵子再去看。
可能因为一开始写的那个、就是每天都在想，然后最后觉得就是定下来的时候就马上觉得说也太烂了吧。自己我觉得通常创作人就是一定都会有这一关，你如果自己过不了那一关，出来的东西你就是会很后悔、啊、所以这十首情歌是你确定？我确定了。你现在在听还有在反悔了吗？我看、okay,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对啊，好，我们那我们来听烛光俱乐部，然后等一下再来剩一点点时间。我就这样硬把硬留到第三段耶、欸 yeah, 谢啦。对啊，等一下可以一起下班好了。没有。他我想一下 ，Easy 在之前是什么时候的金音奖有得过最佳风格类？哎、欸，是最佳类型风格还是最佳风格类型的专辑？就是上一张没有得啦，就是入围。哦，入围。嗯，在我心中已经得了，不行吗？我就是觉得你得了嘛。我也觉得得了。对啊，就是有被讲到就很开心的啦。嗯，我觉得因为有这些奖项的关系，可以让更多人听见。对对，而且如果。真的是，我是很感谢啦、要不然一直都会有一种我出到第三章，然后大家会说谁是 Easy， 然后我都要一直说哈，我是 Easy， 我怎么样的？我觉得你不能有这种想法，我已经出道十几年，我到底在 Hello， 我是娃娃魏如萱，我仍然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像每一次发新专辑，我都觉得自己是新人，而且都美美的这样子，这样很好，就一张比一张美，真的，我觉得你就是没有关系，就是。我也是觉得没关系、啊、就算他不认识又怎么样，就是你认识新的我就好了，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认识当下的那个我就好了，以前跟那个可能就是没有缘分嘛。嗯，你相信缘分吗？我当然相信啦。我想问一下，这一次专辑里面有一些经文的部分，嗯，那些是什么？那是怎么来的啊？是谁念的啊？还是曲样？我是网络上找的。 嗯，因为我其实上一张就有放，但是我放得非常小声，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会引起人家的，会排斥啦。那但是因为这一次放的是它直接就是歌曲的意思。对，你有讲一个《金刚经》的，还有哪一首歌？像《信仰》里面放的是、是，就是我特别想要说的，它的经文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有这么多的事情不能改变，但是我为了你们的痛苦，我必须要传达一个方法告诉你说还有希望，有点像是这样。他大致上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里面。那你平常是有在听经文的习惯吗？我自己是佛教徒。听哦，不会耶。而且我比较好玩的是，我特别去找这个蛮花时间的，因为通常找到的都是有旋律的，对。然后我找到刚好找到这个范文，它就是念而已。哦，不然的话，那音乐就会有点没办法协调。他们，我觉得，不管是祷告也好，或是经文的朗诵也好，我觉得它都会有一个频率在那边。的确是，对对对，有些人可以在自己的信仰上面找到一些。安全感，我觉得有很大部分的安全感也会来自于听觉跟耳朵。对啊，或者是说，我觉得不管是说哪一个宗教，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没有信仰，那也是一个信仰。其实，或者说你就是信仰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就是心里有一个非常珍贵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力量蛮大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恨。但我觉得有可能有些人就是会把恨把它硬转成好的，也有就是他的非常就是会有乐观进取，因为过年快要到，乐观进取，接下来是鸡年是吗？对，今年是鸡年的。你属什么啊？我属你偷偷告诉他什么？我就属老鼠啊。那你比我还要小耶、是哦，对啊，小一点点。是哦，我以为你才。哦，其实我是属猪的。那才差一点点而已。是。猪是比你大一个。然后鼠的后来是，然后鼠的下一个是什么啊？牛。哦，牛。哦，好了，我们先不要扯那么远好了。
我就觉得你看你这一张、这明明这个原型就可以代表很多意思。我觉得他真的，因为我觉得我在听你的歌的时候，因为我就手上就是拿着歌词，然后跟这个，我就一直觉得我一直被那个原型喜欢、被牵被带走，真的、对，他除了是时钟，然后你看他的那个月亮的那个月阴晴圆缺，阴晴圆缺，然后还有很多的人走在上面、我觉得其实时间是有点沉重的，虽然你说是情歌，可是我真的觉得整张听起来，我听完会觉得我真的有那么一刹那我真的心情没有很好，还是要走出来啊。因为有的时候我自己感受到了甜美的爱情也很沉重因为你就是怕他会下一秒会就是有个重量，因为你看你刚刚说信仰男朋友女朋友，你知道那有一些人是会跑掉的然后留下来的人只好一直写歌，就一直恨，然后就开始写歌好了，也没有不好啦，就是我说那个恨会变成是好的，会是一个动力啦。对啊，好吧，那好吧，在最后，因为我真的小姐姐说我不可以把你留到十一点，我最后不然我会变成那个先让一个南瓜先让你下班。那你在今年会接下来有什么表演的计划吗？有啊，接下来就是会去首先是会去参加一些音乐季啦，然后会做一些不是很多人的就是两三个人的一些比较精致的演出，然后可能会找一些 guest 啦，这样子。好，你有没有兴趣来？可以啊，如果我有空我一定可以。好啊，我们可以唱附送以外的歌。好，朗诵。那你什么时候要把头发染回来？还是你要继续维持这张就是要白发？是公司的意见，我都还好。因为好，因为你的白头发就会一直让我想到你第一支 MV 出来的时候的那个牛奶壶。对，如果你们还没有看到 Easy 的 MV 的话，你们一定要去找来看。然后这张专辑也非常的推荐给你们。然后在最后，我要祝福你今年都会非常非常好，因为你已经去过牛奶湖，我觉得你已经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幸运。是啊，希望你可以给我一点这个幸运，传给所有听到的人好了。耶、好的，谢谢你今天来，新年快乐，谢谢。记得买那个娃娃演唱会的门票，3月11号高雄巨蛋末路狂花。除了我的之外，也要支持 Easy 的新的专辑。如果时间流转，我们依然是末路狂花。谢谢 Easy， 拜拜，啵啵。